好了，我们继续聊 Stream Builder。上次我给大家提了个问题，就这个问题。我们数组初始化的时候呢，初始化程度是17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儿呢，我又循环了1000，显然是不是超了这个数组程度了？超了吧？问题是我们又讲数组的时候给大家讲过说，数组的程度啊，一开始确定以后呢，就不能变了。一开始你定的17，那就是17，你放第18个放不进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？那你怎么办呢？那我看看他怎么办，好吧？其实思路比较简单。append， 大家看，在这儿呢，我点一下这个 append。好，大家看这儿有段源码，是吧？好，然后呢，说了一大堆，咱们看哪一个呢？看这个，保证什么？确保容量嘛，看到没有？确保容量 internal。然后呢，再打开它，它是怎么确保容量的？再打开，看到没有？它这有个什么？扩展容量吧？看到没有？什么意思？你给我传了一个。这个所谓的容量，对吧？就是这个数组长度进来，如果比这个我这个数组的这个长度大，看懂了没有？本来它17嘛，你现在比它大了，怎么办？你需要的是30，它本来是17，你现在需要300，是不是比它大了？大了怎么办？这有扩容啊，看到没有？看着扩容没？点这儿，这不是扩容吗？然后扩容怎么扩的 ？value 点 length 就默认的程度。刚刚我们是不是17啊？好，于是就变成17乘以2加2， 34加2变成36了嘛？是不是新容量？看到没有？新容量完了之后，问题是我们这个数组呢，它定义好17以后就不能变了，所以大家看下面这儿，它又干什么了？它搞了个新数组，看看 new capability 这儿。有个方法叫 iris 点 copy，copy 什么意思呢？就把这个 value 里的值，看到没有 ？value 的值，然后呢 ，copy 到我们的一个新数组里边。新数组长度是多少呢？长度是这个 new capability。刚我们算的是不是36？于是呢，它会这个方法里边 copy 到里边呢，会建一个新的数组，长度是36，然后呢，把你现在 value 里边的值呢，丢到新数组里边。听懂了没有？就这儿嘛，大家看这儿，这是不是这是老数组？看到没？这是新数组的长度。我在这儿是不是创建了个新数组啊？就这么长嘛，36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把这个老数组这儿开始传递，从零开始 copy， 看懂了没有 ？copy 完成 ，copy 到最后。所以他做了什么事？说白了就是。本来我这是17，对吧？建的时候是17，这个数组就这么长，对吧？一共17个，一共是17个小格子，对吧？然后呢，现在不够了，不够怎么办呢？我再建一个新的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不破不立，对吧？推倒重来，对吧？直接搞个这么大的，啊，咱们先从17在这儿吧，画这儿，对吧？点点点，对吧？17个格子，然后呢，我这儿干嘛？干脆直接，新的还不够，我搞到这儿，到这儿是不是17啊？是吧？这是我们的17个，然后呢，我这是什么？又是17个嘛，还都额外又加2。刚刚不是说了吗？老数组的长度乘以2加2嘛，对不对？大家有时候老师为什么加2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扩大就完了呗。你说老师乘以10行不行？乘以10也行嘛，但是应该没有必要，它肯定是经过。对吧？经过精确的考虑，一般情况乘以2应该足够用了，还不够再乘呗。你要直接乘以10的话，是不是占的空间太大了？对不对？它是以2倍2倍这样扩容，听懂了没？好，现在我们看，是不是够了？当然有时候还不够，说你不是1000吗？还不够的话，等跑到这儿跑满以后呢，我再干一个什么？是不是又乘2啊？又大了，那就是
这是36，就变成72加二了嘛，对不对？还不再还不够，74乘以二等于多少？啊，就变成148了，是吧？加一二是变成150了，变成150了。再循环还不够，再来一个，对吧？300还不够，300乘以二600，600还不够，乘以二1200。它这样是慢慢的扩，慢慢的扩，然后呢，用新数组替换老数组。我们是不是刚刚看到那个代码？是不是把新数组呢引用付给了这个 value 了？那你那个老数组那个对象是不是就会被回收掉？想一想吧，它本来那个 value 呢是个变量嘛，它本来是指向的这个老数组，对吧？现在我新数组搞好了，把新数组指给他嘛，听懂了没有？这个是不是没人引用它了？于是会被干嘛？回收掉嘛，听懂了没有？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一个所谓的什么数组的扩容。那么这个思路呢，希望大家掌握好。后面我们的容器里边也是采用同样的思路。后面我们讲的容器呢，也是可以随便丢东西的，对吧？随便往里丢，丢多少都可以，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机制，数组扩容，一开始10个，后面20个，后面40个，对吧？扩容慢慢扩。那真的是数组扩容了吗？不是。而是建了个新数组，把老的替换了，你看起来是扩了，听懂了没有？啊，这个希望你掌握好，这个单独给大家另立一节课，因为这个很重要。你掌握好以后呢 ，Java 里的容器的概念，对吧？你就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模拟写个容器，就很容易了，思路一样，无非是把那个 char 数组变成 object， 就一样了，听懂了没有？啊？好，这是讲的关于这个String Build 的一个内部机制的问题了，数组扩容，对吧？数组怎么样扩容？